大家听令，正面进攻阴风谷。是。首长的战术。唐烈大小姐。如果你乖乖听我的话，你可能还有机会。你到底放不放？等等，我叫玉无锡，你见过夏雪吗？我心存感激，但是你爱的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做这一切都是想帮你，想为你好。想帮我？为我好？他怎么了？玉儿，一定要救我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